永琪接十二阿哥下学，永琪知道宫中盛传额娘与凌云彻有私，不知为何皇阿玛还让凌云彻留在翊坤宫中。永琪让十二阿哥不必理会宫中流言，自己相信皇后不是这样的人。容佩告诉如意，凌云彻不愿进内殿伺候，想与如意保持一定距离。如意知道凌云彻的心思，同时也为凌云彻感到担心，不知道皇上最终会如何处置他。燕婉再次有孕，可他想到凌云彻在如意宫中便百般不适。如意与皇上一同观看墙头马上，凌云彻在一旁服侍。如意知道这出戏是演给凌云彻看的，又回想起与皇上初见的场景，内心百感交集。次日用膳时，皇上称凌云彻在翊坤宫中盗走自己的一件至宝，今后便让他去做扫洒太监。自古哪个皇后都是熬着的，也只有孝贤皇后走得早，才能让皇上惦念多年。如意感慨，如今生与死倒不知哪一个才是更有福气。十六阿哥被抱走，燕婉十分难过，本以为皇后失宠，自己就能留下孩子，可没想到他还能挑唆太后。燕婉决心要打压皇后。晋忠告诉燕婉，虽然已在五阿哥身边留了云角，可皇上还有十二阿哥，若是皇后倒台，十二阿哥也就没了希望。春蝉的姑母去世，春蝉处理丧事回来后，告诉燕婉自己的姑母是服用了有毒的野蕈，眼见迷幻之象，掉进湖里淹死了。燕婉吩咐春蝉去取些野蕈来。十二阿哥身边的太监对他提起皇后与凌云彻的谣言，随后还为他夹了香蕈肉片服用。十二阿哥来到御花园找额娘，皇后在御花园中赏花，恰巧凌云彻也被安排到御花园中打扫。凌云彻跪下给皇后请安，凌云彻称自己一切都好，看到皇后娘娘一切安好，也就安心了。十二阿哥走在御花园中，感到一阵。